转上面还是感觉欠了一些火候。杀到来下，看一下阿尼姆，上路没有能够打进，前场篮板还是被收下，再来啊，但对这个挡拆有一点点犯规的嫌疑，裁判没有吹。很漂亮的一个转身，但是打进来之后还好造成了对手的犯规。对北京的比赛中，看到当时齐坤手刺投篮被掏出来了，开之后，阿尼姆作为换防的球员，直接把整个半场造成了犯规。在看到自己的防守端可能没有对面的大个子拉到外线，并且让他做一些高低位的配合，但是阿尼姆手上就传出了多火，差了一点点。作为名球左手球员，阿尼姆选择突破右侧，造成了成绩的犯规。是同一梯队水平的球队，整个的比赛打得还是很焦灼的。阿尼姆打三分的分闸撑起过来就是一个三分球，没有能够命中。阿尼姆快速推进到现场，武汉队三分球，利用无球掩护三分球，漂亮的传递，撑起顶开了多个失误。撑起地位单打，面对阿尼姆想直接转身，阿尼姆直接是把球从撑起的手上夺了下来，不过裁判也是提前响哨。能说是跟武汉队打了一节半相持球，但是这个时候打到第二节的后半段，他们逐渐开始被还好啊，是郑亚平站了出来，面对三个人的造成了对手的犯规，站上了罚球线。比赛还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杀进来之后上篮短挖抢到前场篮板，再分出最后十秒钟的时间，武汉队快速打到前场调给阿尼姆，阿尼姆直接是造成田阳的犯规。田阳在这个位置啊，也拿阿尼姆没有更多的办法了，直接来这一次的犯规啊，所以再一次请求。稍微满一些。掉到高位，阿尼姆的侧影底角中投的机会没有命中，不过前场篮板失误了，要快速的回防啊，果然底角的三分球打进来。